哟，外婆子，今日想试下一个网上嘅软件，叫做 Photo Generator， 可以画画，然后变成真人人像嘅一个模拟器。大家有冇谂过，如果啲贼人犯咗案嘅时候，呢个受害者认得个贼人嘅样子，就可以凭住佢记忆画一个贼人嘅样子出嚟，佢就会将呢个贼人嘅样子呈现翻出嚟 ，input， 然后变 output， 即系我喺左边度画画咧，就会变 output 啦。例如咧，即系我画得个圆圆圈。佢就会，佢就会真系个真人画嗰度变咗个多个圆圈喎。OK， 我要测试下表情，系啦。如果火柴人变成 3D 版 process， 哇，吓死啊，好恐怖啊！佢系一个有头发嘅火柴人。如果呢个火柴人系有眼珠嘅圆圈嘅。或者个口咧，佢系可以有个牙齿嘅。好啦，咁呢个火柴又变成咩样咧？好，我真系几似喎，真系几似喎，但系都系咁恐怖。咁但系如果我画啲卡通人物，或者系画比卡超嘅话，究竟会变成点嘅样咧？好啦，凭住我多年画比卡超嘅经验，系，哎呀，出咗界添，出咗界都唔惊嘅，我谂。佢好明白噶，啊呢啲咁，哎好似画错咗喎，错咗喎，啊揿错咗，揿咗个圈啊，哎呀都揿硬都我唔制啊，再画过啦。好啦，究竟比卡超嘅真实系点嘅样嘅咧？我哋嚟啦 ，process， 好紧张，紧张，好紧张。比卡超头发，比卡超嘅头发，真实版嘅比卡超咪就系咁嘅样咯。好，下一个想画乜嘢呢？我会画 One Piece， 冇错，我要画啊路飞。好啦，首先咧要画路飞个头咧，就要好多次嘅 ，OK， 好多次嘅 ，OK。好啦，好似冇崩啊，大家相信我，我咁样画路飞会俾人话嘅。啊，但系其实路飞嘅牙齿系有一条线嘅，呢个仲唔系路飞？大家原谅我画工，我用猫屎画出嚟。Process， 好紧张啊！路飞系点嘅样嘅咧？佢真系画到路飞个疤痕出嚟嘅噃，佢又真系知道呢啲系头发嚟嘅喎。路飞而家系似系变咗个史迪仔。下一个呢个大家一定识嘅，黄色香蕉 Minions。好啦，既然阿 Bob 咁 Q 啲，我就拣阿 Bob 啦。虽然我知 Minions 套戏已经系 3D 嘅啦，但系再 3D 啲要有肉地嘅。咩人副眼镜系啊独一无二噶，系成个 咁样样噶。啊，打个交叉先，裸体版阿波。三二一 ，process。佢今日波系咩样嘅咧？哇！佢个眼罩变咗做肉地突出嚟嘅一嚿 cancer 咁样嘅嘢。裸体版阿波，冇错，大家都系冇睇啊呢啲三级版。下一个。这个亦都是动漫哈咩哈咩哈，冇错，就是龙珠。佢个头都够晒难画噶啦，不过我尽量画到出嚟啦，好冇？我深信我画得到龙珠出嚟嘅，龙珠，喂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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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解可以咁似嘅咧？我真的完全哇唔了解。好啦，龙珠 process， 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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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喂 OK 喎。嗱，除咗佢侧边呢度咧个形都系头发之外，我试下可唔可以undo下佢，定系咁样？咁样可唔可以变头发咧？唔得喎，佢个头发个位系 set 死咗喺上边噶，但系真系有个形噶喎，而且佢仲知道呢一个系吓喺条颈，喺我心口。旁边呢度系衫嚟噶，但唔知阿龙珠只耳仔生咗上边咯。哦，应该系我嘅问题，因为我画得太高系嘛。好，下一个，今次咧，我决定唔讲住俾大家听，俾大家估下我画边一个。好啦，呢个都系一个卡通人物嚟噶。嗱，只眼咧就系咁嘅样噶啦。系啦，大家开始系咪已经估到系边一个卡通人物咧？又几次喎、啊，我又画得几次喎、啊，冇错，呢、這个就系 Pokemon 嘅小光，佢嘅眼睛系永远好似条线咁细，
而我又好好奇究竟小光真人版系点嘅样咧？系咪真系冇眼睇嘅咧？嘿，小光，哦哦哦，好似嗱呢一个就系小光啦，呢个冇错，小光佢嘅只眼又真系冇擘开咁样噶啦，系咪一条线咁嘅样？佢个鼻又真系有个形喺度噶，有阴影添噶。但系个口就认唔到系牙齿啦。金少华呢一个咧，系大家都认识嘅外国漫画，系《衰仔乐园》啊，即系《南方公园》啦吓。咁而家我就要画画阿肥仔，首先我要画佢头顶个侧耳先啦。OK， 倒几多都得，佢一定认唔出呢个系冷帽。我觉得佢会直接当呢个系个头发。好啦，既然要真实，咁我就唔争就画埋佢个中指出嚟啦。呢个系对比度，呢个系画完出嚟嗰、那个啊，99.999% 相似，然后就出现啦。南方公园真人版系咩样嘅咧？系咩样嘅咧？佢当咗个嗰几粒楼系陶瓷碌啊！哎呀，笑死我！但我就唔明白点解头顶呢一执咧，本来系帽嚟噶嘛，佢变咗一个地中海嘅阿叔，然后只中指都好似认到。咁我谂暂时金仔拍得好耐啦，吓、这个真系好好玩嘅呢、这个啊 ，photo generator 吓、啊，如果大家想试下，欢迎大家去试下，去测试你嘅画工变成真实 3D 版嘅人嘅时候，究竟系点嘅样嘅咧？好啦，咁啊，今集拍咁多先啊，再见 ，like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好啦，而家我哋要画个波子人。冇错，呢个系平时我会画自己嘅一个 signature， 一粒波子，会唔会出到我嘅样子出嚟咧？波子人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波子人系成个头都系头发。